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长辈，各位慕道朋友，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现在整个局势有点紧张的气氛之下，我们还是能够凭着信心以及对主耶稣的忠心来到他的圣所来敬拜真神，求主耶稣照着他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来纪念我们，祝福我们。我们今天要来一同学习的题目是看出律法的奇妙。这个是宣道谷在和小妹在讨论题目的时候所选择的方向，就是其实读经祷告就是我们在使信仰能够进步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几个工作。那个是能够真正去使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来长大然后使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够扎根的几个重要的工作。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的操作之上，可能在读经祷告就很有可能会渐渐的变成一种形式。那或者说我们很希望能够在有一些方法帮助我们把这几样事情做得更合乎神的心意。那所以今天会来和大家一同学习读经，我们怎么样使自己的读经不是流于形式，或者说读完没有什么印象，又或者说读了好像跟我们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学习怎么样能够使我们读经之后是读了一段明天还对昨天读的很有印象，下礼拜对上礼拜整个读的都很有印象怎么样能够使自己加深读经的印象，以及怎么样使这个经文是跟我们自己的生活是能够对话的，而不是这个经文就在那里，然后我自己仍然过着很需要主耶稣指引我方向的生活。那其实主耶稣已经赐给我们圣经，让我们借着读经来对我们说话，那我们要怎么读能够使自己达到这样子的果效，那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学习的主要的目标。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诗篇119篇18节。诗篇119篇18节，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所截取的经节。诗篇119篇18节，我们一同读：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好，那这个是119篇一般会认为是以斯拉所整理的一篇诗。那这一篇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在颂赞神的话语以及表达他对于神的话语的爱慕与敬畏会去遵行这个话语，然后从这个话语得到果效。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斯拉他为了要去明白神的话，能够去看出神的话语当中的奇妙，他怎么做呢？他祷告求神开自己的眼睛。那所以我们今天固然是会来谈一些方法，但是呢要使我们真的能够去看出神律法的奇妙，神话语当中的生命，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要借着祷告。就好像刚才所唱的赞美诗22首，其实它前面的它总共五节，五节还是六节，它前面的那几节总共五节，前面四节它讲到很多神的话的功效，
但是呢，第五节很重要的是要求被圣灵充满，才能够使我们进到这个真理当中，然后去使这些果效是活的啊，然后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活泼的，在发生功效的。那所以呢我们首先要为自己读经这件事情常常放在祷告当中，求神让我们的读经能够被圣灵所带领。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达到读经的果效呢？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来思考。今天神他赐给我们圣经，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啊，尤其这个和合本中文圣经，它是1919年出版的啊，中间它从19世纪就开始有很多人在翻译啊。其实圣经的历史很有趣啊，它从罗马的时代啊，它就开始有教会以后，那为了宣道，然后就为了宣传给不同的民族，所以就不断的有各种语言的翻译。那我们格外要去留意的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作为末世唯一的真教会，在被神在末世兴起，神就很特别的，我们是1917年被圣灵所设立的，而神就在1919年使这个和合本中文圣经产生。所以这个就是赐给我们的神很奇妙的一个作为，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说啊，这个圣经就是全世界谁都在看，但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这个就是神特别赐给真耶稣教会要读的圣经。所以神既然要赐给我们圣经，他一定有他的目的，那我们读经的方向应该就是朝向神所期待我们达到的这个目标来把握。好，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的20章。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约翰福音20章31节，这里约翰福音的作者说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事情呢？好，那从30节那里，就是其实耶稣他在世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他却圣灵感动他写下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那是为什么呢？30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31节，但记这些事是为了什么呢？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圣经被写成文字记下来，这一些特殊的内容被留下来给我们看，有它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可以信。也就是说，圣经被写成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借着读经认识神，或者更认识神。当我们还不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借着读经认识耶稣就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审判主。当我们认识耶稣以后，我们也借着读经更进一步的去认识到耶稣是我的创造主，我的救赎主，我的审判主。也就是在我们每一次读经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都朝向这个目标，我读完这一段经节之后，有没有让我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或者产生对神新的敬畏。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以去
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不然我们可能就读完读过去啊就没印象了。可是我们如果以这一个神希望达到的目标来追求的话，当我们读完一段，不论是旧约或是新约，我们都应该就把这个经节再整理一下，反思一下，从这个事迹或者从这一段的描述，这一段的责备，这一段的预言，这一段的教训等等，或这一段的见证，那这里让我看出神什么样的性情，或者看见神对我们什么样的期待，或者看出神什么样的心肠。那这些就是我们在读经当中可以去思考的方向，这样就能够让我们不是读过去就是字句了，而是让这一段开始对我们讲话。这是我们第一个从圣经被神赐给我们的目的，那我们来设定的我读经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更认识神。第二个，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5章。罗马书15章第4节，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里也说到圣经就是写给我们的，那为什么要写给我们？他就是特别要写出这些东西来使我们得到安慰，得到教训，得到盼望。那这边他在前面就讲到，为什么会讲到这一句呢？那前面的3节就有讲到啊，因为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啊，不要求自己的喜悦啊，我们可能会被人辱骂，那但是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好，那所以呢，第4节就会说到啊，所以啊，我们如果有前面，我们在前面这所讲的这些情境当中，我们就要去读圣经，因为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得到教训，得到盼望。换句话说，圣经写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去，第二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去认识处境，然后能够去面对处境。那所以圣经不是只是 教导我们认识神而已，他也给我们能够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智慧。好，这个处境不是只是说啊，我们过得很苦啊，然后人际关系啊，或者我遭遇人生的一些波浪啊，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但是呢，处境同时也包括比如我们现在处于末世一个非常险恶的时代，也就是被罪，被很多的试探，被很多魔鬼他包装成非常中性，但是其实内含着一些会使我们跌倒，使我们不信，使我们改变我们原本的信仰，改变我们所信的对象等等的这一些迷惑。圣经它借着过去的这些事情写出来，使我们能够去面对这样的处境，也认识这样的处境，使我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1节，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10章11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圣经为什么被写出来，就是要神写出来让我们看过去那些事情是怎么样的结局，让我们去思考，然后让我们这些在末世的人得到应对，怎么样来得到一个正确的方向。那所以呢，当我们以这个第二个神赐圣经给我们的原因来思考，那我们读经的时候可以在读完这一段段落或者这一章的当中去看，诶，当时他们所发生的那些情境对照我现在有哪些类似的地方，那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的选择导致了他们什么样的后果，而我或者说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使他们做出那样的决定，不管是好的决定还是坏的决定。那今天换成我的话，我像他在那样的处境当中，我想要怎么做。那所以呢，这就是使我们能够去更认识这个世界，使我们更认识自己的处境。那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可以去思考的方向。第三个，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神为什么赐圣经给我们呢？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当然前面已经讲到，圣经它就是要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可是除了那个智慧在头脑里，更重要的是它到后面，它是要来改变我们的，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心，也改变我们的行为。所以十六、十七节就是说，它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它有这一些果效。那他的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使属神的人能够去借着读经变得完全，然后去预备行所期待我们所做使他喜悦的事。那所以以这个目标来读经，当我们读一段经的时候，我们就想我有哪些地方是必须要改变的，从这个圣经所说的内容我自己反省我应该要有哪些改变。所以这是读经当中我们可以去设定出的目标，否则我们读经读过去没有目标的时候，可能就是读完就没有印象，或者读完跟自己的生活是没有办法连结的。那假如我们是以这三个目标来做一个基本的问题，当然神可能还会赐给我们其他的领受，但是假如我们就是从头脑一片空白读过去，头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感想，那我们可以先从这三个问题开始。我读完这一段，我发现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那个是我新的发现。然后第二个，我读了这一段，他的处境当中有哪些跟我的处境很像，那他怎么面对，那我怎么面对。那第三个问题，看完这一段，我想要改变我自己的什么，不管是我自己的生活习惯，我自己的个性，或者我自己的观念都可以。我们就可以去从这些自己问自己的问题当中找到这个经文与我们自己生活的连结。那我们现在来进入
操作。我们看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尼希米记的第八章这一段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关于读经的一个团契啊。我们要怎么样达到读经的果效，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操作读经，我们其实都可以参考尼希米记第八章。那我们将这一章就分成六个步骤，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读经的时候可以去操作的步骤。第一个，读经我们先预备一个态度，还没有进到操作之前要先预备态度。我们来看怎么样能够读出果效。我们先跳过去看他们有什么样果效好了。第九节，八章的九节最后一句说，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带着生命力的读经所能够产生的果效。当我们读经读着读着能够被神的话扎心，不管是你是觉得感动，或者是觉得被责备非常的懊悔，或者是非常的喜乐，喜乐到流泪，这些都是神的话真的在我们读经当中对我们讲话了，然后触动了我们的心，那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读经，也是真的能够造就改变我们的读经。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呢？我们来看他们一开始预备的态度。八章的一节开始，他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那我们看见他们表现出哪些态度呢？当我们刚才自己这样读过去的时候，不晓得自己有没有去留意他们表现出什么态度呢？我们现在很可惜，因为是在大会堂，就没办法这样交流，不然其实比较好的在学习操作读经的这种的分享当中，其实我们能够讲出来就会效果比较好。好，那我们可以自己看啊，比如说我们从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哇，就可以看出他们是非常的同心，然后非常渴慕，大家都来，然后呢都说拜托拜托，请以斯拉你要带律法书来。然后呢，七月初一日，以斯拉就带律法书来了，所有听得懂的男女都来了，大家都非常的渴慕，也非常的同心。第三节又说到，他们从清早到晌午就一直侧耳而听，所以我们看出他们是不但非常渴慕，而且就是这个渴慕它是真的很强烈，才能够从早一直到中午都一直很专心。那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读经读到被神触动我们的心，其实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必能够得到饱足。如果我们非常渴慕，那我们就能够非常有动力，可以持续读一两个小时，甚至像他们四五个小时都还非常的能够专心。那所以渴慕就是第一个我们看见他们的态度。
那第二个呢，我们也看见他们很看重这一件事情，所以就会第四节说他们为这个事情特别准备一个木台，然后呢请很多的祭司利未人都站在这个台的左右。那我们从第五节继续看，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我们看见他们非常看重神的话，也很看重要来读神的话这件事情，所以就表现出一个非常尊重的态度。所谓看重，就是把它看得很重要，也看得很严重。如果不是看重，就会表现出轻忽，也不会在乎说我现在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那我如果没有听到，漏听了，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呢，他们这种以斯拉一把圣经打开，他们就马上就站起来，除了表现出尊重，也看出他们觉得这件事非常要紧，非常严重。当然严重这个表达比较奇怪，但是就是他们觉得这件事非常的要紧。好，那我们再看他们也表现出很敬虔的态度，所以他们会想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非常恭敬的来领受，不会把它当成只是新闻听听，很像那些雅典人一样，也不会像以前那些他们的列祖先知来跟他们讲神的话，他们就把先知的话当作听音乐，就说你唱几句来听听吧。我们看见他们是非常敬虔的来领受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能够使我们的读经产生果效，敬虔的态度，看重的态度，还有渴慕的态度，就能够使我们预备一个准备要领受神话语的心田。心田这个比喻我们都很熟悉，就是撒种的比喻。那问题是我们在实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每当我们要读经，我们就预备好一个准备要被神撒种浇水挪去石头的一个心，我们准备好这样子可以让真理在我们心中生长的环境。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看接下来他们怎么做。在要读经的操作上，第一步就是祷告。我不晓得大家自己在家里读经会不会做这件事情。读经之前当然你可以就是先默祷，但是呢如果可以，其实更好的是跪下来祷告。因为如果我们是要进入，等一下我们的读经想要进入真理，想要请神借着这个圣经的话对我们说话，那我们是不是先祷告求圣灵来带领我接下来的读经，这会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呢？那默祷可能就是只是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那当然有时候我们的环境不允许跪下来祷告，那我们就非常真诚的默祷。在那个默祷当中，它不是只是一个形式，或者一个就只是让心静下来，不是，而是在那个默祷当中，或者我们跪下来的祷告当中，真的向神恳求，求你带领我等一下的读经，求你让我能看出你律法的奇妙。那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子向神与神灵交，那我们就开始了我们来领受神话的第一步了。所以我们看刚才读到第五节嘛，他们众民就站起来了，然后呢第六节以斯拉就先祷告。六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
好，先祷告，祷告完了之后，第七节就开始来读经，就是第二步，怎么读呢？先通读。而他们的通读是怎么读呢？我们现代人就比较习惯说读，自己在家里读经，就是哦，读完了，就是眼睛读啊、心里念这样。那在教会可能我们会念出声来，可是我们看他们啊，这次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很惊讶的发现，圣经里所有的读经都是呼喊喊叫的那个字，就是他们的读经是真的都会发出声音的读。那所以我们看他在第七节以下呢，耶稣亚、巴尼、士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撒拔、哈南、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那这里呢，他们的念都是发出声音的念。好，那包括我们看生命记第十七章，生命记第十七章18-19节，这里是神在律法当中说，如果有谁做王，18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19节，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好，对当王的这个人啊，他必须要这个律法书不是放在祭司利未人那里，而是他要为自己抄一份，随时带着，平日平生诵读。那这个诵读呢，也是要念出声音的字。好，那平生就是说在他一生当中的每一个时刻，原文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带着，然后无时无刻都念圣经，读出声音来。那甚至比如说像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已经到新约的时代，而且他是一个埃提阿伯太监，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也一样读圣经、他在念以赛亚书，念到腓力从车子外面跟着他车子走，可以听见他在念哪一段。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8-32节，我们就知道说，诶，在圣经里真的不论是群体的，或者是王他自己在读经啊，那个埃提阿伯太监他自己在读经，都念出声音来。那主耶稣他在安息日，他在会堂里也站起来念圣经。那也比如像约书亚，他在带领百姓，就是从摩西换接续到约书亚来带领百姓的时候，他也抄了一份摩西的律法来教导百姓。那而且在百姓面前念这个律法，所以我们就发现，把神的话念出来，这是一个圣经一直以来的教导，只是我们没有真的非常看重，或者说就去贯彻执行它。那其实神会要我们去念去读圣经是有它的好处的，就是说把它读出声音是有好处的。那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其实就有在研究说阅读的时候如果是朗读它有什么好处，那
这些就是一些研究发现，就发现哎，真的朗读它可以帮助记忆，因为呢当我们朗读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听自己的声音，它就会激化右脑啊，这是一些研究啊。那这个右脑它就是可以帮助记忆。好，那然后呢，右脑它还去连接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人格、心智一些感知能力。所以当我们念我们所读的东西，那个东西它就会去活化我们心思当中的某些感知能力。所以以这个理论来说，就是它不但让我们一边读更容易记住圣经的话，它同时也让圣经的话去改变我们的心思，就是从科学上来说是这样。那同时呢，我们看哈巴谷书的第二章，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二节，这是神交代哈巴谷先知在旧约的1099页，神就对哈巴谷先知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好，那这个使读的人能够容易读，当然一方面就是说你把它写出来就变文字化就容易读，那另外一方面小字是说随跑随读，就是说它可以带着走，在跑的时候它也可以读。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是抄写，我先讲抄写啊。刚才有讲到约书亚啦，或者是王啊，都要抄写。好，那抄圣经，还有那个朗读圣经，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是在圣经里关于读经神给我们的教导。那在抄写这件事情上呢，这边神就说你很容易携带，你可以每天为自己抄一张圣经，然后你就把那一张圣经带着走。那坐车的时候或者是在办公室、在学校在上厕所、在刷牙，你都可以带着那一张，你就随跑随读，你就可以让自己对那今天的这一个进度很熟悉，而且那是你所抄过的。那这个是神给关于抄圣经这件事给我们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方法。那另一个朗读，刚才讲一半朗读我们可以从也是科学他所说的这个朗读，它可以让我们增加记忆，然后改造我们的心思，并且它可以使这个文字变成一种，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进入这个文字的美，这也是科学上来说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就在咀嚼，我们不会这样子就是念过去就把它没有分句子、没有分段落的念过去。如果只是这样，那其实不叫朗读。当我们朗读的时候是比如说我们刚才的哈巴谷书二章二节，我们就会说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那当我们自己在这样念的时候，我们去加强某些字词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为什么他这样写，明明的写在板上，他的目的是使读的人容易读。那神的末世是要明明的让人领受的，而不是暗暗的去向某些人启示而已。所以呢，当我们用朗读的时候，可以加深我们去对那些字词的思考以及品尝。那所以呢，这是我们在第二个步骤所学习到的，就是第一个步骤先祷告，第二步骤通读一次，
而且这个通读如果可以，我们就出声音来读，那甚至我们可以抄，就把那一段抄下来，在抄的时候我们也会又在心里又一边抄一边读，那这就是能够去加深我们的印象的方法。好，那我们再回到尼希米记的第八章，接下来就进到第三步，就是整理。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第八节，他说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那这个清清楚楚不只是咬字清楚，其实清清楚楚它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把它分解，也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所说的那个按着正义分解正道，那就是把我们神的这个正道这个真理，好，按着它本来的意思，好，把它分解成小小的单位，然后我们慢慢的去确定说我们所读的就是神本来的意思，而不是一开始就把它应用到自己的生活，然后就把它东迁西拉，然后这样好像爬昆仑山一样，不是，而是一开始我们先把它分解。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练习以第九节到十二节这一段范围，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清清楚楚的来分解这一段圣经。那我们这里用的方法就是自己问自己 几个问题，很基本的那些问题，就是谁在哪里，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他怎么做，做了之后有什么结果，大概就是这一些我们当我们要去报导一件事情讲给人家知道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会把握这几个很基本的要素。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也是先从这些基本的读完之后，先问自己这些问题，我刚才读了什么，谁在哪里做了什么，然后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如何做，他做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等等。那这就是第一个清清楚楚的分解。好，那再来留意细节，读的时候呢注意用词或者是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或者是有哪些字词在重复，那些就可能是神特别要去让我们看见的亮点，还有注意上下文。好，那这是讲一些原则，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看第九到十二节。第九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我们读的时候自己就要先去注意刚才我们等一下要问这些问题，谁在哪里做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好，继续，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好，那读完这一段，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心得，或者觉得这一段让你领受到什么，跟你的生活有什么连结？那因为我们这样也不方便讨论，时间也有限，所以我就直接讲我领受到的。那希望大家再回去自己读经，不管哪一个段落，都能够用今天所
和大家分享的方法， 让自己能够不是只是读过去而已。那在这一段里，我们看见尼西米、以斯拉、利未人他们在教导百姓，因为他们看见百姓已经被神的话感动都哭了，那他们就安慰百姓说啊，不要忧愁，因为今天是神的圣日。那其实如果看得更仔细一点，我就可以看见他会说，这是你们神的圣日，今天这个神不再只是我们这些带领者的神了，是你们的神的圣日。那到后来第二次他说，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这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呢第三次十一节，众民他们都静默，然后利未人就说，今天是圣日。圣日呢不是安息日而已，不是只有安息日叫圣日，在七个节期都是属于神的节期，都是神属神的日子，所以都是圣日。那在如果我们注意上下文，到底这个圣日是哪一天呢？那这个就变成运用这个注意上下文这个方法，我们就去看前面，就看到第二节，那一天是七月初一日，七月初一日就是吹角节。好，那在这一天他们就不再忧愁，他们就大大快乐。好，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去得到什么呢？什么心得呢？那这个也是我已经读完想过的，就跟大家分享。在这里可以看到第十一节说，第十节，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他们是怎么样？这个喜乐是哪里来？他们后来就喜乐了嘛？那这个喜乐到底是怎么样叫做靠神得到的喜乐呢？我们要怎么样靠神可以得到喜乐呢？如果我们不从这一段来讲，我们可能就会讲啊，就是啊，看腓立比书啊，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就从这一段来讲，他们为什么会喜乐？他们一开始是哭的，可是他们后来为什么会喜乐呢？十二节，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好，如果我们看经文看仔细，那我们看那个因果关系看仔细，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快乐第一个是因为明白所教训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想要从神那里得到喜乐的第一步，就是要读经，要领受神的话，然后要去把神的话听得明白。比如说在听道当中，或者在查考圣经当中，将神的话听得明白了，我们的心就会很奇妙的从神那里领受到喜乐。那第一步从神那里可以得到喜乐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读经。第二个就是十二节说的，那他们就听了这个祭司利未以斯拉、尼西米跟利未人对他们的教训嘛，就是说啊，你们不要忧愁啊，你们要去分享，所以他们就吃喝也分享给人，他们就大大快乐。所以他们这个喜乐的第二个来源就是遵照这个真理的教导，这个道理不是 他得到感动了好就这样，而是他去做，当他在实践的当中他就能够领受到喜乐。那第三个，这个实践也不是一个 自己独善其身的行道，而是借着团契，所以他们在彼此分享当中得到了从神来的喜乐。所以假设我们今天读完这一段，那我自己的领受就是注意到从神来的喜乐。那这个从神来喜乐到底从哪里来？那从上下文当中，那从对这些字比较仔细的思考当中，那就可以去想到这些。那再来就可以去连结到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是没有喜乐？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使自己
真的喜乐起来。那真的能够真的喜乐的，一定是只有从神来的喜乐，不然用别的方法，那些是没办法真的让我们喜乐的。那我们要从神那里领受到喜乐的方法，就可以从这边得到一些启发。我们可以先从读经开始，让神的话来安慰我们，然后我们在领受到这些安慰的时候，试着去改变自己的做法，自己的心态。他们可能一开始真的是忧愁的，但是他们愿意顺服这个伊斯拉尼西米利威人的教导，他们去改变自己的心态，也改变他们的行动，他们真的去照着做去分享，于是他们就得到了喜乐。那所以呢，就是以这一段来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看怎么样从一段经文当中去领受到神话语中的奇妙，以及与自己的生活做连结。那我们最后看那其实呢，这一个过程呢，就包含了默想，就是说从刚才是读嘛，就读过去，但是呢接下来就进入默想。那这个默想的过程，其实是我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个默想就可以借着，比如我们就抄一段带着躺着也想，走路也想，那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嘛。我走路，我躺着我放在我的门框上，放在我的车上，放在我的铅笔盒里面，我到处都可以看到，都可以想，神就会在我们的渴慕当中来回应我们。那我们来看第九章的三到四节，他们的读经从祷告开始，然后经过通读，经过整理，经过默想。第九章的第三到四节，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巴尼、假面、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也就是在读经之后以祷告结束，以这个祷告就是让自己去面对刚才所读的神的话，让这个话来责备自己也好，或者来激励自己也好，就是在读经之后祷告，那圣灵就会借着刚才所读的内容来引导我们，改变我们。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自己读经的操作的方式，就是从尼西米他们的读经当中我们所学习到的。那所以最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那我们读完了之后不是就结束，而是要变成行动。所以就像刚才所看见的，他们读了领受了就去行动，在行动当中很奇妙的，神会让我们在这个实践里面体验到这个话语它真正的美妙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要想办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可行的读经的时间。我们都很忙，每个人都很忙，但是一定要为了自己的灵命想办法为自己找到可行的时间。那种不可行的就做不久，所以也不要妄想我们以自己做得到的来想。比如说我听过有一个医生医生都很忙啊，但是呢这个医生他就很看重读经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把他的圣经放在他的枕间他的那个桌上都会有病人进进出出嘛，等下一号进来之前会有一点点时间，他连那样一点点时间他都拿来用，他就病人出去了，好，我就可以来读一段，然后又进来了，好，他又再继续看下一个病人。当然这样子可能那个能够专心或者延续思考的这种品质可能不一定很好，但是这是他觉得他做得到的，他也想要
就是他渴慕到连这样一点点时间他都不想放过，那神是看人内心的，神也一定会回应我们。那也有高中生，他是骑脚踏车通勤，那他就用听的，因为现在语音圣经也很多，所以他就用听的，一边骑就听圣经。那这也是一种方式，就等于你在听一个圣经的朗读。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录自己朗读圣经，然后听自己的声音，那个记忆的效果会最好。啊，万一没有办法自己录，那你就听人家已经录好的圣经，这样也是不错，就不会浪费那个通勤的时间。那也有人他是抄圣经，用比较他觉得晚上夜深人静，然后他静静的在那里抄圣经，就可以把那个话抄，一边抄一边思想。那这些都是渴慕饥渴慕义的人他所想出来的让自己可以读经的方法。我相信神看我们的内心，愿我们也都能够这样看重神的话，渴慕神的话，那神就会帮助我们坚立在他的应许上。我们一起来唱诗363首。